本视频由 Tobier 原创制作。如果说开 SUV 是为了家庭需要，那么开跑车就是追求刺激了。但是说到拉风，那小编可以告诉你，不只是开跑车才是拉风，一些摩托车更加让人难忘。就像是奔驰 Box BD400C 这款，外表十分的豪放，加上酷炫的机械轮廓，是不是比开跑车还拉风呢？那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说一下这款名为奔驰 Box BD400C 的摩托车。奔驰的这部水冷双缸美式巡航车原驰兽400，取名来自于在无垠原野之上一匹四翼奔驰的远古猛兽，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少见的车型之一。从外观上来看，只能看到车身的线条十分的霸气，耀眼的金属质感，不论是视觉效果还是摸起来的感觉都十分的好。不过能让人一眼注意到它的外观的话，那么绝对是因为它的发动机大量外露而体现出来的机械感十分的让人着迷。当然小编觉得这款车最受欢迎的不只是外观的原因，还在于制造的时候很多工艺都算得上是摩托车中比较高的了，再加上不到2.5万元的价格优势，想不火都难。不过还是有一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喜欢美式摩托车的车迷好像很多最在意的都是发动机的排气音，排气音够不够浑浊，能不能够完整传达外观的存在感，远比这车能跑多快来得重要。这款车的发动机想必也是它成功的一点吧。